请问老师，我这次要归还，我怎么啊？给他，谁还那谁的？对对，刚刚跟他说一下。对，他给我啊。现在问一下，不是现在马上问他就好了，赖居士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用那一只。不是啊，你先问一下嘛，看他有没有，哎，看要不要嘛。这样，哎，我先拿这只。广钦法师，你先用画画，那个你用画画的来，用看看。哎，那个是圣灵，哎，很棒，灵灵的，对，圣灵的。唔免，哎，因为下面就在阿哥安尼嘛吼，就是算讲你要训练手啦，啊，你阿摸自行，那是讲变成你家两个平衡安尼，啊，你这支是最好的，就是讲两只手可以平衡，你看吗？可以很稳，很稳吼，是不是变一支脚较稳？哎，你先问看嘛，迄个赖居士，迄个是迄个赖，迄个。你搁练看嘛啊！你搁练看嘛啊！那是。